建立网红超级小杰智能家居 1.0 标准的起床模式，定好时间，联动电动窗帘拉开，音乐响起，估计是人体传感器在门框上联动灯亮，而且全部都会调，你一键就可以切换你的色温，你的风格。使用的是三色温灯，就是开关一下变一个色温，妥妥的伪智能。我用了全屋的新风，我窗都不开的。新风一定要注意滤网的更换和新风主机额定风量和实际风量的差距，如果设计和施工有问题的话，会出现室内二氧化碳含量超标，导致人总觉得自己睡不醒，最好是增加 PM2.5 和二氧化碳的监测设备。我哪儿都有网线，你像我那个地方，我之前那上面架着摄像头的。关于摄像头室内安装的安全问题，我之前有专门一个视频讨论过，反正杰哥好像是单身，大概率也没有人贩卖单身男人的摄像头。所以你看，我其实哪里我都有，留了电，留了网。仔细看开关，上面有 ELI 的标识，估计它是灵动开关，几十块钱一个，灯具估计也是依赖的，那么就可以推断出杰哥使用的是米家智能家居。之前买这种水质到底怎么样，我都很多东西去测。看到没？14，这是非常非常就是说进化的，已经很纯净的。对，这是 TDS 检测笔，很多净水器是不带自检测的，导致可能你的滤芯失效后你还在饮用。只有用 TDS 笔随时去监测才行，如果 TDS 一定超标的话是一定要更换滤芯的，但是 TDS 没有超标就一定安全吗？也不一定，因为 TDS 只能检测矿物质，检测不出细菌是否超标，即使你家的净水器臭了，你的检测笔也会显示正常，所以还是选择智能的净水器，机器内有检测点，哪个滤芯出问题手机会提示换哪个，特别要注意不要放置净水器长时间不用，很容易滋生细菌。我家里面50多根网线，没有人的家里面会装修成这个样子。这是一个48口的交换机，企业级别的万兆。这个是48口的万兆交换机 ，UBNT 的，价格估计在14000左右。右边那个是 UBNT 的双频 WiFi 5000兆无线 Mesh 路由器，售价是1299，完全没有性价比。角落里还有一个没开，上面那个路由器是小米的 HR3600 WiFi 6的路由器。这个是2020年的视频了，现在的眼光去看还是有不少落伍的地方。总体来看，杰哥智能使用的是米家系统，网络设备倒是用的都不错。关注我，下一期鉴定杰哥家的其他智能系统，10年智能家居工程师带你扒下行业底裤，从零玩转智能家居。